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哈。同学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通电，它是一个电磁铁，会把这个铁球吸引过来。那你如果说你把它靠近的话，靠近越靠近，磁力越强，角度就越大。如果反接的话，同学，不管你这里是 N 还是这里是 S， 它都会去吸引这个铁球。所以你反接的话，这里只是电极变而已，好，它的磁极变，好，不是电极，磁极改变，磁极改变，不管这是 N 还是 S， 它都会吸引它，所以没有差。C 串联，你要是串联的越多，电压越大，电流越强，磁场越强，偏转的角度就会变大。绕个密，单位匝数，好，单位长度，你的匝数越多，绕得越紧密，磁场越强，吸引力越大，角度就越大。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的。